但是，我的妈！关上！我的妈！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接着来玩纸人。然后我们上一期视频呢是在大厅啊，经过一顿的探索之后，终于是得到了一个钥匙。当我们打开了门，在下一个场景探索的时候，遇到了一个女纸人，她对我们进行一阵的撕咬，张开了血盆大口。我们是赶紧的逃了出来，又回到了这边的安全屋里啊。然后我们这期视频接着往前探索，我们看一下啊，我们之前打开的是哪个屋子门来着？完了，屋子门想不起来了，可怎么办呢？不是这个，是这个吧？这个也不是，是那边那个吗？这边柜子都开着呢，这个是大厅，我们得记一下的地图，因为这地图是靠自己记的。对，上期视频就在这个位置啊，就这个位置被一个女纸人追逐，拿花瓶砸我们。然后我们这一期先接着往前再捡一捡东西。 OK， 这边还没有探索完呢啊，都得仔细的探索一下。这里面每一个抽屉啊，或者说是一些柜子呀、都是可以开的，没准哪个里面就有一些比较珍贵的道具，也是我们解谜的关键。哦，这个位置有个蜡烛，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火柴呀。这个是陈妈任务，陈妈在药房煎好药50之前给夫人送去，什么意思？这是陈妈的一个任务是吧？那刚才这个追我们的那个就是陈妈是吗？这里能过去吗？这里面的柜子也看不着得有什么东西啊，但是它打开了看不到，看从这边能不能看到，看不到，先这样吧。这里有个小盒，这里有个火柴，这里有个娃娃。观众朋友们，刚才我听着一个水声，这个脸盆能交互吗？这个洗脸盆是干嘛的啊？也不能点。我看啊，这边是，我的妈！关上！我的妈！观众朋友们，这个就是刚才追我们的那个纸人啊！哇，他在这里呢。我们再看一眼啊，再偷偷的看一眼。他在这里干嘛呀？没事啊，他现在应该是没有威胁的。不行，给他关上吧。这边有个蜡烛，我们蜡烛给他点着了吧。这个火柴虽然我很想到以后再使，但是感觉这个玩意儿点亮着的话，会很有安全感。然后我们再往前走啊，这边有两条路，看看这边。这边是个锁，萌萌，我们的女儿，观众朋友们，我们找到女儿了，就在门后。爸爸就去找钥匙。好的，我们去找钥匙啊。兔兔，我们都什么时间了，还想兔兔？我的妈！行吧，这个门是我们刚才进来的门啊，那我们接着往前走，不要害怕啊，不要害怕。这块的话是有一个锁，但是我们没有钥匙啊。这个大宅子还真是挺大的呢，并且的话，它都是在一个场景下解密。看看这里面也没有什么东西。这边，这个柜子里面不会也藏个人吧？没有。这里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就跟他互动了一下，然后我们身上好像所有的这个假人都跑到这上面来了。这边还有一个，看这边抽屉能不能打开了。是地图。这地图写的很详细啊，前厅藏宝室。
我们是通过这个前厅这边有个收音机，这是个存档，这就是那个安全屋对吧？查房门客。那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啊？等一会儿我们先回，一会儿回前厅，然后再仔细对一对这地图啊。啊，这里还有一根火柴 ，OK。哦，这里还有个蜡烛，我们赶紧点着它。虽说不知道它点燃它有什么用，不过点着了之后就是有安全感。观众朋友，哇！我这里面是不是藏个人呢？这里有个字条，柳先生日记一，丁香那丫头出了的越来越有模样，真是女大十八变呢，哪里像个丫鬟，分明是个富家小姐的样子。这个柳先生他是什么呀？他怎么一直在写日记啊？整个府里面都是，到处都是他散落的日记啊。我看看这边线索啊，你看，可能是我们把柳先生所有的日记都给他收集在一起，最后就能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故事。好的好的，我们现在把这个娃娃也挂上来啊，肯定是有什么用的吧，是不是还少一个呀？你看这个位置还有个空缺，我们还是好像应该是遗落了一个娃娃啊啊啊，在就在下面。 OK OK， 把这个娃娃也挂上，八个已经齐了呀。还有什么东西没探索吗？哦，这有个小字条，柳先生日记九，古书上的咒术可以试一试，带我制几个木娃娃，再寻几枚银针，娃娃两只胳膊要与一条腿一样重，要仔细制作。哦，两只胳膊和一个腿一样重，我明白了，这是让我们学数学对吧？两只胳膊等于一只腿对吧，然后这个边是重量，我们把这个尝试的换一下啊。哦，根本就不用试啊，我真是个天才啊，直接就解开了呀，因为这个看着多嘛。拿到了一个钥匙啊，这是个什么钥匙？红铜钥匙。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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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我们去找一个带红铜的门开一下啊。地图要怎么看呢？我们看一下地图，地图。厅前，我们从前厅这边走出来，存档点，然后通过查房。这边是门客的屋，对吧？这边是个走廊，这个位置是什么？前面有个门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一下。哇！哇！哇！怎么办，观众朋友们，不敢动了。前面是有红颜色的光，那什么东西啊？哦哦，是刚才那个封印啊，我看这能不能解。啊，开不了开不了，接着往前走。我不敢往前走啊。哦哦哦，是开这个门是吧？开门开门，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。怎么也无法使用啊？那这红铜钥匙开哪里的？看见地图，看见地图，不要慌不要慌，看见地图。现在我们这个屋子叫茶房对吧？茶房茶房，这屋子是茶房。哦，这块这个锁是吗？试一下。哦哦，是这个钥匙，是这个钥匙。 OK OK OK。 哇哇，观众朋友们，天花板上全都是手，我的妈！然后后面一个大门，我们可以走出去吗？哇，梦，我挠，哇，哇，什么意思呀？不能乱走了，刚才被挠了一下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什么意思？光线太强，什么也看不清。哇，这也看不清啊。这里有个火柴是吧？这火柴我们先捡着啊。这火柴一会儿肯定有大用。哦哦哦，我明白了。你看，我往这边照，右面这个边是绿色的，这个门是绿色的，一共是三个门，让我们三选一对吧？走这个绿色的。
在这边，这个门，这个门。梦，什么情况啊？是这么解的吧？怎么出不去呢？怎么还照这边啊？不管了，先走吧。至少这么走没被挠哦。镜子破了，观众朋友们，成了，看这什么？柳先生任务：柳先生今日辰时前打扫完展览室。哦，这个是柳先生的任务。哦，现在要往哪里走？现在可以出去了是吗？梦，这里是哪里啊？安全屋在哪儿啊？不行，我们赶紧。陈妈钟爱之物，佛珠从来没有离开过陈妈的手，在哪儿呢？佛珠？柜子里面吗？柳先生认知失忆，因管家不许让任何人上楼，也再没下来过人。宅子里有一些不安宁。这柳先生真能写呢。这里是哪里啊？哦，这边有个腰牌，护院王勇。王勇又是谁呀？奇怪的声音，观众朋友们，这边有符肯定是去不了了，我们不用试了。我们看，奇怪的声音，观众朋友们，铃铛响。梦，哎呀，快，鸭子又被碰。什么意思呀？那啥，零头看不清啊，上半部分受潮，似乎出现文字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他说上半部分受潮，所以出现文字，所以说我们那盆水是跟它互动的，让它更潮，对不对？看这边啊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不知道有什么用，空花瓶，我们先拿着吧。能把别的东西放上去吗？没有东西放，先走，先回安全屋。现在咱们位置不知道，很危险啊！迷路了。观众朋友们，迷路了。这个是那个前厅，这是前厅，绕了一圈，不管了，先回安全屋，我们先回安全屋再说。OK， 先回安全屋上线，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然后我们这期视频就先玩到这里啊。